年到了，北港店里幼年的小朋友过年闹热输人唔输阵，满足家己 DIY 龙狮道具可爱出阵，现场输长也看甲笑声不断。我们学期也到了，明天即将结束哈。那我们为了让孩子感受到过年的一个氛围，今天孩子也有舞龙舞狮炒热气氛。除了可爱龙狮表演，到时四周有的新春布置，也是小朋友家己动手制作，让幼龄园年未到就充满过节气氛。像我们的大厅就布置的一个过年的气氛，孩子们自己动手做春联，结束之后呢，孩子会带回家贴在自己家里的门帘，让他们更有过年的气氛有年年有余、平平安安、大吉大利、好运旺旺来各种吉祥话可以呈现出来。因应新春来到，要让小朋友体验中国节日文化，北港店的幼龄园唔呐布置园区教室，佮特别的学期最后一天准备丰富食材来围炉。哇，我们现在吃什么？节庆的一个欢乐的气氛，所以我们今天幼儿园举办了团圆围炉的一个火锅大餐让孩子们感受到爱与分享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气氛。小公公的火锅让人感受到团圆温暖。北港店的幼龄园让小朋友在布置甲真有过年气氛，到时提前围炉，相信这家庭因过节印象，知影家己国家的节日文化。记者陈昌报道。